今天这骨髓整的老着笑了，我在锅里捡了这么一根，我就腰脚的是哪个骨髓糊脱骨了没了，这么大一个骨髓，不大劲儿成这点儿。嗯，然后这个呢还没打地儿，瞅瞅。嗯，这就抠不出来了，长在这里边了。这家更搞笑，这个有人说像鸡蛋糕，我真就不反驳，真就不反驳了。瞅的真是确实有点像哈。这骨髓今天长得稀碎。还有一个，这肉骨髓咋糊的呢？看，但今天这骨髓是真香，牛骨髓来喽！看。近距离给你们看一下啊，嗯，它都是油呀，宝贝们，不是所谓的鸡蛋糕啊。嗯，推一个出来，嗯，能看到吗？它是有连着的这个筋膜在上面的。妈，这口真香。嗯，都是包筋膜的。哇，太香了，给我吓得都不敢吃骨髓了。说我成天整个老破假骨髓，整的一出看就烦，装的很好吃的样子。这个口挖不出来，看能看清吗？鸡蛋糕没有这样的，宝贝们。纯牛骨髓，挖一声。哎呦！里边是这个样子的啊，哇，哟，哎呀妈，能看出是油的形状，
还有一个，嗯，鸡蛋糕外边是没有这层皮的，有膜的呀。今天是老妈给做的牛骨髓，说要掉出来，先把它给解决。哎，嗯，你别说，看着这样看，隔着屏幕看，是有点像鸡蛋糕哈。先放着啊，一会儿再剪。这纯油老吸引了，一会儿给你吃，闭嘴。一会儿的啊，给你留啊，嗯，还是烤的比这个好吃，这个有点腻人。又来吃大骨髓了，哎呦，这几个好大呀，姐妹们。一口一个，像豆腐脑一样。牛骨髓。今天是炖的，我纳闷了，你啥眼神能看成是鸡蛋糕呢？嗯，这是纯油的牛骨髓。我俩有酱油了，哎妈，你真实惠呀、啊！上面一样倒点，没滋味，今天没炖进去。
下次还是做烤着吃的好吃。别再说我这是鸡蛋糕了，行吗，宝贝们？这是纯的牛骨髓牛油，你要蒸的时间稍微长一点的话，它就空了；短一点就成这样了，能看到吗？上次吃个牛骨髓给我吼顿说就是我骗人，哇，巨油。纯髓。鸡蛋糕它也不长这样啊，姐妹们，鸡蛋糕中间都是黄的。还有老有人说我不换道具，就怕你们说我每次把他们这个肉都剔得特别干净。这个炖的就时间稍微长一点，你家鸡蛋糕能这么挂着吗，老铁？它挂不住啊。半碗给捞了，带辣丝儿的，看到吗？鸡蛋糕是拉不出来丝儿的。这边没有。来，牛骨髓来了，这个牛骨髓漂不漂亮？老过瘾了，这一勺子，哎呀，这真多呀！别往那里扔啊，哥，给我帮扔，这不没带。我录视频的呢。上次少没够吃，这次又吃拿住了，这个太多了。这骨髓才几块钱一斤，没有必要作假。
这回吃的一把能挺四五天不馋呢，上头了。饱受争议的真假牛骨髓又来了，这回我可不跟你们掺和是真是假了，我就造啊，香就行啊。这边没有，这边有一点。这外皮好咸。来一大块，哎，这边多，哎，一铲勺，咻咻咻，带筋膜的。干啊，这边没有，就是几根骨髓并到一起的，应该是。要要要要，切克闹，捡起来还能吃。只要不过三秒都是没有问题的，嗯，牛骨髓来喽，再冷冷它就得上马桶里浇的，不可以浇的。哎呀，这牛骨髓咋狗叉着出来的？嗯，多大劲儿了吧？嘿嘿。哎，纯牛骨髓是这种可以拉丝儿的，这个没有，我吃过了吧？哈，感觉我感冒了之后记性这么不好呢？也好，最后一个。牛骨髓来了啊！今天这个骨髓卤的有一点点过火了，哇！这一下子就可以，你知道
一大坨。嗯，真肥。哎呀！你们要的牛骨髓来了啊！哎，哟呵。这是牛油大果冻。妈，吸不出来了。就倒着抽。这个想第一口吃面吃，这个肯定得嗷嗷上头。我是去长高啊。这金箔还怪好吃的。